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10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已经迟到的 SS86号系列的 Leader Class 的 Springer 弹簧。其实它跟翼龙是同时间推出，我当时也是网络上有订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卖家一直没有给我发货，那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说我不要了，反正我就等他什么时候发给我吧，没发也就算了啊。那今天这款玩具的话呢，一样是我们的好朋友众荒影月呢所提供给我们做开箱的。先前围城系列的时候也是有推出过弹簧，那是一款 Voyage Class。那两者相比的话呢，如果价格上没有相差很多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建议各位买这款 L 级的会比较好。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配色啊，这一次的 L 级它在整个绿色上面是比较消光的，帽子消光了还是绿色了啊，但是呢，它的脏污的部分就被取消掉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加分点。另外，则是它一个非常大量的配件啊，不管是一个有雷霆拯救队的战锤，上面的这个头雕的话，不对，上面的这个 mark 是玩具的主人自己加上去的啊，其他的话则是一把金属表面的金属的一个实体剑。还有另外一把，就是由螺旋桨组合成了一把大剑啊。这一次的螺旋桨可以直接变成一把武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啊。那其他就是双枪啦，还有一把大枪跟一个很大型的像是炸弹的东西。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它的配件多到呢，在人形状态下呢是没有办法全部给掌握拿在身上的，所以有一些配件的话就只能暂时请它到一旁去。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玩具啊，它头雕。我自己觉得这个头雕的形状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优美，这个真的是官方特有独到的一种做工吧啊。那肩膀的造型的话呢，从这边延伸过来，这里的部件得折进去。手臂的话呢，轮胎在这个肩膀上啊，就符合我的一个审美啊。手臂的平举的话呢，稍微有点干涉。额头肌的话呢，可以转动，拳头也可以转动，手掌可以张开。两侧的手的话呢，这一侧的手里头呢，有一个。小型的一个手炮可以从里头伸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小炮伸小到说你，反正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摆吧，它都没有办法显现出说它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威力。我只能说好吧，你有做比没做好啊。然后腰身可以转动，脚的话呢，前踢、后踢、外摆、内收，膝盖可以弯超过90度，脚踝也有很好的一个接地啊。背包的话呢是有一点点的大，但是它造型还在能接受的范围。那各位应该能够透过画面就是能够去感受得到了啊。相较于先前的这款 Voyage Class 的这种亮绿色来说，这一次的消光质感呢是一个很大的加分点啊。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三变弹簧的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它变成车子，从这个地方这个锁扣呢把它给解开。解开之后呢，我们先把肩膀给处理掉，这个部分呢往上面抬，然后这个后面部件翻出来，这里有个凸要扣进里面这个洞，还有这个往上面推上去啊，先扣里面这个，再把上面的这个凸呢扣进拳头啊，这个握持住啊，然后后面这边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往上抬起来啊，这个地方先卡进去，声音非常的清脆啊。手的话呢先把它给往下放，然后肚子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开来。那头的话呢可以先翻转180度前后翻开。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呢，这里把它给往下面两侧翻下来。头部的话呢先给收进去里头，扣进去，这样的盖上。到这边啊是以这个形象来做一个收尾。那么呢这个头的话呢，这个部件往后面推下来。还有个双重关节推下来嘛，然后呢把整个手臂的话往前面推上去，然后这里有一个凸，这个凸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关节你要这个凸要扣进这里有个洞，把它给推上去。好，先把它抵住之后，然后顺势的往上推应该是能够顺利的卡进去啊。好，把它给扣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你也可以先把它给推到一个差不多的定位。总而言之啊，下面这个凸跟凹呢一定要扣进去啊，这里把它给卡进去，然后上方这一带这里把它往上面推进来到这边。好，把它整个给推进去，这个地方啊它没有打那个擦栓所以有时候这个地方变形推得不好的话，因为这个地方摩擦到这一片会喷出来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原则上就是呢，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这个肩膀是高过这一片，
变车的时候这两片是突出，是比它凸出来的，变成直升机的时候往后面退回去啊，这是非常简单的啊，记得一下就行了。然后后面背包这个部分应该是要调成一个斜角，然后这个地方很紧啊，推上来。好，到这里啊，这个绿色真的是没有了，绿色没有很好看的。好，然后我们接着的话呢，把这个脚的话呢，这个地方膝盖这里折下来，翻过来这里，脚掌推出来。那侧边这里先推出来一下，把里头的这个定风尾翼推出来。然后呢，这个脚进来之后是压在这个上面，看到没有？这里绿色的这里有个凹槽啊，放在上面，大概在这个位置。那另外一腿也是一样的，你也可以先把这个部分这边推出来，然后呢，这个推出来之后，好，脚掌打平，然后呢，这个地方折一下啊，它会有点紧，折一下，然后推进来，然后这个凸呢要盖在这个凹槽的上面，然后两脚做个合并，好。然后呢，把这个啊，记得啊，把这个脚掌的话呢，给放到这个位置上面来。好 ，OK， 到这里。那最后就是把这个顶盖的部分往后面盖下来。它这里的话呢，是有两个啊绿色的这个凸，绿色这个凸要扣进鞋底的这两个洞啊，把它给扣下去。那这边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鞋这个尖角也会刚好卡进这里，有个缝，有个凹槽，就把它给压进去。好，那前方这里的话呢，爆开就再把它给密合一下 ，OK 吧？那这个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这个 SS 86号弹簧的一个从机器人到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我自己的话呢，很喜欢它这个干净的这种绿色的配色了啊。那推车起来也非常的舒服，那因为有打了这个铆钉，真的就会不一样啊。底盘可以看到机器人的头在下方，但是呢从上面来看没有什么破绽，毕竟也是一个赛星的载具吧。上面的细节的话呢，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轮胎是塑胶并不是橡胶，身上的有一些插孔的话呢，可以安插它的武器，当然武器呢实在是太多了。以我自己的话呢，我可能会把这个枪呢给扣在后面，因为毕竟它前面这个地方非常的宽，那我们把后面呢稍微修饰一下哦，可能我这个枪我会扣在这个地方，然后其他这些大枪啊什么有的没有的武器呢，其实不管你怎么扣吧，你即便是扣这个大枪什么，这个它看起来应该是就是扣这里，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蠢一点啊。那其他的这个兵器刀刃啊，这个就更不用说了，扣上去一定都是扣分的啊，我们就不如不放了啊。那它的后方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器。那整体来说的话吧，这个载具的形态呢，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那我们接着呢，把它变形成直升机的一个形态啊。首先的话呢，把上面这个顶盖给打开，然后呢，一些地方都必须先给解锁开来。手部的话呢，这个地方解开，然后呢，两边一样把它给拉出来。这个拉出来的时候呢，这一侧比较好拉，这一侧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卡得比较紧。那后面的腿的话呢，一样给打开。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呢都先给翻开来，先把手这个地方好了，这个比较容易忘记。首先的话，这个臂甲的部分呢，要把它给做一个翻折，翻出来之后的话呢，要做一个翻折，翻到这边，然后呢，再把它给扣回去。然后这个地方呢，比较容易去忽略掉，因为呢，它在对造型上只是差别在造型而已，在整个结构上的话呢，它几乎呢，你不会感觉到它是不是有没有变完啊。好，这个地方把它给扣回去。好，两侧的直升机的一个侧翼就出来了。再来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脚变完好了。脚的话呢，这个地方打开之后啊，这里把它给整个先给伸长伸回来，然后呢，这个地方髋部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下面拉下来。你如果这个地方不拉下来的话呢，它的人鱼尾巴呢是扣不起来的。好，这个地方拉下来之后，我们再把它的腿部这个地方，腿部的这个地方旋转进来。为什么？我们轮胎要把它藏到内部嘛，然后呢把这个盖板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这个地方也给打开，盖板整个推到最后面，这里也是一样的，两侧你看得到能打开的通通都打开。这个地方脚掌往前，这个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两侧可以做一个结合，这边就是这里如果没有解锁的话呢，这边是结合不到的啊。好，我们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扣合，这个地方这个好，扣上去，尾翼也给扣上去。它的后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卡扣在这个地方 ，C 型扣在这里，
啊，一样记得把它给扣上。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呢是要推进来，直接转这个方向就可以了，在这个方向推进来到这边，它要藏到这个身体的内部去。好了，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整个腿部的一个变形算 OK 了。然后呢把这个部件往下面推下来，那这里刚刚不是有个洞吗？这个洞呢刚刚是要跟这个结合，刚刚这里跟这里结合，现在要把这里扣到下面这里来。好，所以你就是推一下，移动一下上面的这个关节到下面来，这里可以看到它就可以好扣上去压进去了。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这样下来到这边把它给做一个结合，然后前方这个地方一样顺势的把它给扣上去。好了，那后面的这个盖板就直接盖起来，然后这个时候要负责结合的就这边这个斜角的这个凸，直接往后面下来到这边，这里有个缝就把它给扣进去啊，这边好压上去。好了，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直升机的一个形态。哦呦，卡了一声，好大声啊，呵呵，这个地方我都把它给震出来了。好，那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滚动性。那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把它的螺旋桨啊也要给装上去打开啊。你要转同一侧也行了，但是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转成这样子两侧啊，可能稍微平均一点点。那它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凸啊，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那扣上去之后的话呢，这个斜角的话呢是应该是不用调整啊，因为我没有说手上没有说明书啊。如果你怕它去碰到的话，是不是它可以往侧边推一下啊？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话呢会更加的流畅。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好扣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小枪吧啊，那个大枪跟那个大剑的话呢我们就先不考虑它了。而且这个枪扣在这里的话呢，它的这个对于它的这个侧边那个翅膀可能可以尽量协助我们不要去把它给碰歪掉吧。直升机的形态呢应该是三个状态里头呢是感觉是比较牵强的，不过嘛作为一个幻想出来的外太空载具其实也不会苛求那么多了啊。那么它的这里的细节就很明显是偷工减料了，这个原本都是在机器人的腿内部，所以它这里都没有刻画。那底盘如此这般，它的这个螺旋桨滚动性的话转动性嘛，应该讲转动性是真的是非常的好。那螺旋桨也很大，那推起来的话呢就是比较流畅一些。那它的轮胎一样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滚动性的，上面的驾驶舱透明部件晶莹剔透非常的漂亮。整体来说的话呢配色呢就是主打一个干净。那跟先前的围城相比的话呢我觉得吧变形几乎 80% 甚至 90% 都是一样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迟到的 SS86 号的弹簧。那其实对我来讲的话 G1 大电影出现的弹簧到第三季之后它即便是重要角色，但是说真的 G1 的第三季的情节我自己觉得变化太大了，我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喜欢。除了 Ultra Magus 之外的话我并没有特别偏好哪个角色了啊。那所以呢我来看这款玩具的话呢就比较没有所谓的特殊的光环或者是滤镜，因此我觉得吧它应该还是能够满足喜欢 G1 情怀的朋友，这一款应该没有对不起你们才对了啊，我的感觉是这样。那今天的话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